众所周知，廉价的数码商品很容易被损坏，于是我痛定思痛，花了50元买了一整套的安全措施，给这一个廉价的数码产品使用。手上这一堆长得像垃圾一样做工非常精美的东西，就是全套的安全措施了。那我们先从普通的开始看，这一个就非常简单，是一个极为贴心的厚膜。哎，这样子整个后盖就保护得非常的严密了。镜头后盖安装也是非常的简单，非常常见的金属塞子塞住下面的口子，这样子这个充电口就会保护了起来，非常的安全。那这一根软绵绵的东西又是什么呢？它居然是一根充电线保护线。那我下面这些口还裸露在外面呢，有灰尘进去怎么办？哎，这不简单吗？各位观众，防尘网膜，这样子我们的扬声器口也被保护起来了，十分的安全。这是一款宣传从2楼摔下去都不会坏的高级手机壳，我们把它套上去试一下，这样子我们的机器就显得更加安全了。感觉我们前部的尿性怎么可能真的摔吗？你傻吧，真的丢，那不随便搞搞就好啊，真丢我手机，我手机都给你摔坏了。哎，这好像是个机膜。哎，这壳还是挺结实的，这么高摔下来，手机膜坏了它都没坏，不错不错。好，我手机呢？